你好，我们找张宝珠女士。各位，外面请。嗯，外面请。院长有指示，您不能进去。凭什么我不能进啊？张女士的儿子特意交代了，除了她，谁都不能进去。你们请回吧。大哥，你看，干什么？这光天化日的，想搞贿赂啊？我就是想跟你交换个名片而已。交换什么名片？别磨磨唧唧的，赶紧走。你这人怎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走。走。交个朋友嘛。自己加戏，太过分了吧！陈龙平带了那么多戏服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正好派上用场。谁才是主角啊？你好，我们有预约，参观疗养院。这是我大哥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是十二号计划。